三藩市警察基金委员会联同英文简称 SFCT 的市民科技及创意计划，6月3日启动第四届未来毕业生高科技暑期实习计划，安排40名三藩市联合校区的学生在暑假期间到20间高科技公司展开为期8个星期的有薪暑假实习。乐尔高中华语学生关伟林今年第二次参加这项暑期计划，他说自己收获不少，不单止可以学习很多有用的知识，累积工作经验，还可以认识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。他鼓励更加多的学生都来参与，令到暑期觉得更加有意义。警察局长苏尔表示，每一个年轻人都应该获得同样的机会，发掘自己的潜质。市警局和市府部门将会继续合作，确保下一代都行正道。他还承诺愿意为完成暑期计划的学生写推荐信。星岛记者崔林子三藩市报道。